我和老丈人唱歌，被丈母娘抓到，丈母娘竟要给老丈人卖了。我和你啊，你妈来电话了，快点，你妈来电话了。喂，干啥的呀？我这不睡觉了吗？昨天晚上喝多了吗？你不要回家，搁天家住呢。那就别回来了啊！好了，挂了吧。哎呦我去！接着唱，继续。走，等个果盘去。OK 了。张小田，你咋在这儿啊？啊？这啥意思？你搁这儿干啥？在哪屋呢？赶紧俩去。我不敢留寂寞，哪怕两次。把乖板给我拿来，藏多少私房钱呢？我没藏私房钱，我自己攒的零花钱。哎呦我天哪，你一个月5块钱，你攒的零花钱，你是从俺俩结婚的时候攒的零花钱呢？你瞅你说的话，怎么没找着乖板？乖板哪去了？怎么没找着呢？别找了，要给卖了。卖那玩意儿干啥吧？那玩意儿老贵。那玩意儿能值几个钱呢？还贵？他那是搓衣板儿嘛，老贵，我能不给他卖吗？那什么，你把你那衣服撩起来，我看那块儿怎么撅着，啥意思？撩衣服，撩起来我看看。撩衣服干啥呀？怎么还那块撅着？我看看。这啥玩意儿啊？这束金线吗？腰带呢？腰带也要放钻上卖了。哇，你真行！你这走哪？你看走哪，到随时都可以充电。看，你看。咱俩事儿真多，咱俩别在这唠了。你把电动车推过来，咱俩回家唠。电动车？嗯，把电动车推过来。电动车你也卖了？电动车没卖。没卖推了，你害怕也没有用，就完事儿。七一老头，全霞，会做菜。你想干啥呀？我处理闲置，给你挂网上，看能给你卖了不？我还有用呢。不要，给我卖了，我家都没有了。